这又是哪里去偷的肉？应该是我们家喂狗的肉，到处是肉，这里，肥肉、猪皮，那这过年，过年你们得看好你们家的肉，附近的，他在外面专门偷肉，偷了然后藏着到处都是。这肉皮，我们喂狗的。这边过年用晒那个什么鱼面那些东西，就鱼做的一种，像面条一样。啊，这玩意儿，那全部给你叼了，藏，到处藏。没有他们，还有什么红嘴蓝雀、什么喜鹊各种东西过来叼。晒的什么那个什么红薯干，全部给你霍霍。想唱机，肉皮嘞，小三鸡抢走了，被小三鸡抢走啦！这是我们找别人要的猪皮，我妈操，别人买肉的要的，让给狗吃，一大袋子全部被他们叼走了，叼了到处藏。它咬不动这个肉，它只能慢慢的撕，一点点的撕。但小山鸡的爪子不太行，爪子不太行，它就不太能撕得动。拉了，哥不管它，不管它的情况，它什么都吃，在外面，什么都捡，各种什么肉啊，什么菜呀、啊，什么粮食啊，它喂狗的狗粮，喂鸡的，吃的比较杂一点。干嘛？看到啥了？看到啥了？这种他们在外面活动的鸟，它对虫子的渴望就是非常强烈。来，但是你圈养的那种，它吃虫子，它就不太。我们在野外，它一直活动量又大，然后食物也不是很充足。没了没了，带着也有。哎呦，痛！他就喜欢这样。哦，好，玩你们的去，自己玩去。小残疾体型最大，在这几个里面，之前是那个放掉的那个最大。